万圣节快到了，看看又到了南瓜季节。我现在在休斯顿西边的一个叫做 Katy 的一个城市，在 Katy 这个城市的北边叫做 Old Katy， 是个老 Katy 的一个城。现在在这个 Old Katy 的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地方在有一个活动叫 Pumpkin Patch。他们在卖南瓜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下他们的南瓜。哎，这南瓜呢，不光是有个儿大的，还有这个小南瓜。来看看小南瓜，这个迷你南瓜 ，mini pumpkin pie， 两个1块钱。哎 ，how's going, buddy？这个还有这个中号，这不叫中号，这也是小号。这个装在箱子，哦，这还有白南瓜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白南瓜。哎呦，这南瓜，有点怪异啊，蘑菇状。然后这个应该算小号的南瓜了，在这家的后院吧。这个他们把这个南瓜放了很多不同的一排排摆设，来跟我一下看一下。哎，一些人在这里边跳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嗨，记得以前有个醒酒的游戏叫大西瓜小西瓜，这个叫大南瓜小南瓜。来，我们看一看。哦，这个南瓜够个，他们基本上拿这个来做雕刻用的。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季节尝到不同的南瓜风味的各种，比如说甜点呢，或南瓜味的bagel 百吉饼啊，或者是南瓜味的这个咖啡。哦，到这个季节好像是Starbucks 星巴克会推出一款那个咖啡味的咖啡。看小伙子都精神。嗨， how's it going？这还有个 pose little pumpkin pie measure pole， 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来做量身高的。哇，这是南高丰收的季节，这个南高每一个大概得有个几十磅。哎，嗨，这个小朋友，杨，这叫什么？珊珊学步的小朋友也来。两位小朋友，嗨 ，pop up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小朋友照相的一个点。